人与陶晶莹是演艺圈的恩爱夫妻档，经常会在网上和粉丝分享家庭日常。之前出席活动时，丽丽人才透露自己准备去考大客车驾照，因为之前到美国时，女儿看到很多人将大型游览车改成露营车，加上有着走到哪睡到哪的个性，所以很想体验看看。超宠女儿的丽丽人也在回台湾之后开始学习大客车这项新技能，而不到3个月的时间，她又再度发出自己与大客车的合照，并在内文兴奋写下：“我考到大客车驾照了。”虽然考试过程有些许失误，但最后还是考过了。谢谢监考官，谢谢教练。贴文一出，也让粉丝纷纷狂赞：“丽爸爸为了女儿，真的什么都愿意学啊！”